果冻不停然后呢的，他俩是不能见面，是可以见面，但是不能放在一起，放在一起他俩就互掐打架，打得可活跃了。终于给你们收拾完了，干一身汗。今天下雨，阵雨一阵一阵的。完了，这个晚上这阵终于停下来了，我赶紧过来给你们俩收拾，给你们俩添点粮食、水。临走时候我再给喂罐头，但喂罐头之前呢，我寻思带你俩做做游戏。我今天在楼上逗我家猫用激光笔，你俩之前不知道在原来的家庭有没有玩过激光笔。我今天就试试带你俩玩一玩，感不感兴趣？哟，你俩都这么淡定吗？这激光笔都打着了啊？果冻，我去，你不会一只眼睛看这个分辨不出来吗？这个果冻，你那只眼睛不行，这只眼睛啊，可能肯定是没有两只眼睛看着灵敏，对不？但你无动于衷，这点我很诧异啊！我在你前面晃悠晃悠啊，不行，郭头不给反应啊！你还瞅我，还显得很无辜啊！我去，你俩对彼此的叫声有反应？布丁，激光笔来这儿，激光笔来地上。我去了个，果然你俩是过来猫，这对激光笔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这激光笔好失落呀！这咱家猫起码有一少半还玩呢，你这俩猫100%都不玩吗？我再发动一下布丁，布丁上墙了，这咋整的呀？啊，这整的就像我拿的不是同一件玩具似的。你这俩大爷呀，我服了。等一会儿我再进屋，我再糊弄布丁起来。布丁看看，布丁，这儿上墙了，你求偶呢？你这儿。我晃悠，给个彼此有个交代吧。完了，走了，看看呗。我去呀，你们都是头脑有点太简单了，四肢有点麻木了。算了，不玩就不玩吧。好，别挠，别挠了，别挠了。我饶恕你了。算了，你空长了这么漂亮的颜值，不热爱运动，你俩除了打架喜欢那种打架的互殴，其他我还真不知道你俩愿意玩啥。不行。不，真的不行。有时候扫地吧，他俩还跟着笤帚跑跑。你这个激光笔这么灵动的光点啊，这么有趣的玩具，竟然都不玩。我为去，什么呢？这家伙走红毯呢，累了。算了，不玩了。喂罐头，你俩吃罐头。完了，我走了。你看，这回他同意的快。罐头喂了啊，喂罐头了，给吃吧。再给布丁，这俩他还都不忘了吃，是吧？不玩游戏也有功，他俩挺爱吃这个罐头。罐头上面有放了多种维生素，撒了一点儿，希望他俩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，以后有喜欢他的人能收养他们。好了，这视频就拍到这儿了啊，我走了，现在6点多，快到7点了吧，我得回去做饭了，趁着也没下雨。好了，拜拜了，布丁，我走了啊，挥手他也不跟我道别，是吧？我走了。